你感觉到冷吗？好冷，一下子变得好冷。那就到我的怀里来，我们拥抱在一起。大人，大人，我可以照你说的做，我会很听话的。看出来了，这才是我的好女孩。来，不要怕。大人，你的身体热血已经不再沸腾，青春年华就像冬天的溪水被寒霜凝结，但是如果把耳朵贴近冰面，你猜会听到什么？大人，我不知道，好冷。在厚厚的冰冻下，春天还在流淌，就像你滚烫光滑充满弹性的皮肤下，我能够听到充满生命的血液在奔流，在唱着一首欢快的歌曲，如此动听。大人，叫我雪衣侯大人，你还觉得冷吗？不冷。感到快呀、啊。